别和往事过不去，因为往事已经过去。别和现在过不去，因为你还要活下去。别和你的伴侣过不去，否则你们真的会过不去。别和小人过不去，因为小人和谁都过不去。别和自己过不去，因为一切都会过去。一个学佛人要管好自己的理念，对人间的一切要懂得，都是无常，都是会变化的。我们要用修心修行来跳出业力对我们的牵绊，管好自己的理念，管住自己的念根，不要让自己的心念去迎合社会污浊的红尘，否则你会变得入污泥就有染。我们要拥有心中真正的莲花，我们要想到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，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善良的人，这个世界只要你向着明天，你就一定会得到光明。